有人好奇华强北为什么二手机这么便宜，这里的二手机到底能不能卖？今天小袁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从华强北源头到你们个人手里都经过了哪些流程。像这些机器就是今天刚采购回来的，小杨只挑精品原装机，所以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筛选质检，筛掉不合格的退回给档口，剩下的像这些 13PM 14PM 是符合标准的。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基本上是这种橙色嘎嘎亮的 14PM 256 X3S OK，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像目前这种机况的在咱们家也就43张左右，质检完成后都会送来仓库这边入库。当然小杨有两个仓库，这的话大概有1000多台的一个库存，而且一般配货小杨也是待在这里比较居多。可能细心的兄弟们还会看到这整面墙就是咱们的一个配件区域了，每个型号的手机壳钢化膜这里都有，还有满满一整箱的快充套装，完全不需要担心，在咱们这里入手的小杨都会一一安排。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打包了，打包之前会给大家再仔细的对一遍，没问题把咱们家的机器按照新机的仪式放进咱们这个定制的盒子里面，还有这些配件都给你们安排上，这样完成之后就等顺丰小哥给大家发出了，所以别担心，你的手机我来把关。